若当生，当生是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在求往生，所以这一句就是说的我们了。戒息住于正定之句啊，这一句话不可思议啊，跟佛在一切大小乘经上讲的不一样啊。啊，那么我们这个正定之句是什么呢？就是信愿行三个字。你只要具足信愿行呢，那你就是正定之句了。啊，我对于西方净土深信不疑，我一心一意只求生极乐世界。这一句很重要，一心一意。你还有这个世间东西贪念的时候呢，你是三心二意。你把一心一破坏啊，到时候不能往生，你不能管人啊，三心二意不能往生啊，一心一意，一心一意放下这个世间世缘要放得下了啊，不能不放下了，不放下不行了。要修纯净纯善啊，那么这个呢，这就是净土的正定句，决定往生啊！啊，世间名闻利养要放下啊，五欲六尘要放下。你要是有一桩事情放不下，都是障碍啊。